人生只能不断地往前行，向我走来的却是过去。在意我这个儿子的感受，你告诉我，我爸爸是谁？我就是不想提这个人。如果你今天还要再继续问我这个问题，你不要当我是你妈，从此不要见我。停车！你不停车，我不知道这里多久会再来一辆车。你要干嘛？手机借我。什么是手机啊？载我到最近的捷运站。什么站？等一下，请、谢谢、对不起，一句话都没有。等你学会什么叫做礼貌，我再来接你。刚刚是不是有碰了一声？是。碰了一声，该不会是？是。帮你最好是可以全赔啦，如果你没有全赔的话，你至少也要付一半吧。如果是钱的话，是全世界最好解决的问题。你们收信用卡吗 ？Visa 不是今年才进台湾的吗？我都已经用了十年嘞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你是从国外回来的？难道？国内股市今天一开盘就一飞冲天，你的安全帽呢？500多年，使得投资人个个笑逐颜开。盘中一度再追这么久还能起啊？要家家都是上涨局面，提出买单大量的增加。不会吧？喂，警察先生，请问现在是民国几年？1989年，我出生前一年。你这骗子磁铁的称号还真不是叫假的。劳力士是多少钱啊？拜托，摇一摇还会有声音哎。不会吧？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，你先拿去。夜市就有在卖，1只500，附带满天星2只，还让你便宜100块。先别想那么多了。臭劳力士，你
找到你，我一定会让你日子很难过。业绩最大的叶先生，你给我滚进来！我跟你说多少遍，做事要讲求效率。你看看人家狐狸精，电话接不完，客户接不停。如果你再不把你业绩提升起来的话，你看我怎么对付你？我连不让你领薪水的事我都干得出来，我跟你讲。这次还没有掉眼泪，怎么眼泪又流下来了？这个钱不妙，你不要这样。那我放开，你不要这样。嗯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照片收收费，你留下一个假表就要走。我的表是真的，保险书没带在身上，不然我再提供你另外一个赔偿方案。什么？你先借我5万，一个礼拜内，我连借款带赔偿金，我一次还给你。要不是你把我当傻子，就是其实你才是傻子。这是我目前想要最快的赚钱方法。我是你什么人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你拦我车，我出事；你救我，我赔钱。现在你，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啊？我自己也是瞒不住压力。你最好不要再惹我，不然我会做出什么事情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你这个变态，快点把他绳子放下啊！陈雅娟，你这样很危险哎。你叫陈雅娟。想不到跟自己妈妈在1989第一次碰面，竟然会是这种情况。这时候的妈妈，好年轻哦。鞋子24号，对吧？现在跟爸爸妈妈还住在大学的教授宿舍吗？嗯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到底为什么让我来到这里？难道是为了让我遇见我妈？小娟，爸爸对不起你。我们不应该反对尽情追你的，你妈妈她后悔了，你一个个阿彻她后悔了。你尽情是谁？告诉我他是谁，不然就告诉我我爸爸是谁。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哎，李静晴，你不要每次陈雅娟一来就弄她啦。我们雅娟她有喜欢的人了。喜欢的人？不多。不多。你在应征什么？分析师。台大经济系嘛，哪一届的？哪一届很重要吗？哪一届都说不出来啊！我看你履表根本也是假的。好了，出去吧，别在这边丢人现眼了。你可以不相信我的学历，但是你不能不相信我的内线消息。如果明天的收盘指数是10092.45，你给我20万。缴数点你都知道，你不是绝顶聪明的骗子，就是神经病。已经11点了。还差300多里啊，上得去吗？这个啊，别担心，还没收盘，12点一到就完蛋。家的一家之主，有些话我就别
必须要讲在前头了。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有那个缘分可以继续交往下去的话，你要记住，绝对不可以伤到他的心哦。你到底从哪里来的？你是财神爷还是外星人啊？就算你是外星人，我何也要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原来我可以自己找到哥。我今天要去顶上一次餐厅拼业绩。会不会陪客户吃饭只是一个借口？其实他们是要把羊推入虎口，让叶真真去陪酒应酬啊！我姐她真的不能喝酒啊，只要是敢吃她豆腐，把她手折断。几万光年的旅程，能遇到你就好。我就是喜欢这种天真又单纯的女孩，叫你陪我唱歌是给你面子。这歌我来陪你唱。一瞬间是0.36秒。我昨天想了一整个晚上，我想不出也想不出为什么我在这里，为什么第一个遇到的是你。0.36秒就是20年。一念间就是0.018秒。时间跟空间可以相互，那我一定有办法回去啊。人生只能不断地往前行。有没有人向我走来的却是过去。